欠大姐的十万已经还了，现在剩小姐的三十万还没还呢。阿嬷，歹势，投资失败，害你跟我过这艰苦的日子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爬起来，振作起来。我相信你一定会使。啊，你欠小姐大三十万，当时要还？哇，歹势，过一阵嘛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看可以吗？对，拍摄啦，可不可以再宽限几天？哎呦，看起个老水啊，老水哦，本设计大应该会介意哦。安尼啦，你等于本设计大三工，三十万早准拄好啦。好，你这是咧讲啥笑话啊？哎，三工三十万，个设计的。哎呀，我把这客都过了啦！你莫甲恁爸讲海什么三工的啦，啊不过去啊，你去七工，加摕七十万转来，你看安怎？阿伯，设计的，目睭客都过啊！客啥？大吉大利无得客啊！